open the search directory structure disk for NGF and move the content entry to memory。听来看这个，哎 ，open， 反正我平常是 equal open， 我一点就点出来了。但是 open 其实是干嘛？你要先找到它，然后可能这档案不存在，或这个档案有结构出问题了，然后要把它放到记忆体里面，然后你才能够新增、删除、查询、修改它。所以基本上它跟记忆体有关的，所以这个系统还要帮你什么？所以刚刚有它 memory map 的 file， 那它还要帮你准备记忆体啊，准备那个，就你不能够说档什么只管档案，所以每一个 process memory file 这些都是相关联的。那为什么 close 也很重要？你不玩了啊，你处理完了，新增、删除、查询、修改完了以后，资源要还回去啊。对，追溯哪知道你写完了，所以你还必须要把它 close， 你告诉追溯，哎，我这个不用了，哎，他才可以把这些记忆体啊、这些空间，他再收回去，他再使用。所以 open close 这个是有意义在的。很多人在写程序员干嘛？为什么 open 要 close？ 为什么要宣告？因为这个都是跟作业系统有关嘛，就这些事情不是你在自己直接在做，就作业系统帮你在做，所以要跟他有一个联系沟通的这个管道吧。哈，那我们就来看 open 哈。那 open 的话，你要 open 的时候有一些这个资料提供会要用到的。半 pointer 嘛，到底现在是这个我要 open 它现在是指到哪个位置？会，它后面有特别写 per process that has the file open， 这 file pointer 是每一个 process 都可能要用到它都有个 file pointer。为什么？我可能两个这个 process 我都可以用到同一个档案。但你可能用到这边，我可以用在那边，你在读，我在写，或者我们三个人都在读，他读不同的地方嘛。所以你的 process 每一个用到 process， 它都有一个 file pointer， 指到那个档案的某个地方。啊， file open count 啊，就是这个，你这个 file open 了多少次啊？那这个啊 disk location， 那到底是，所以是这个 open 的时候，其实这样的 access right， 就刚才讲没，那这 access right 也是 per process。这一定要 per process， 对，我档案在这里，你可以，就是说我一个网页档，我一个网页档摆在这个目录，摆在这个某个目录下面，我的网站摆在目录下面，那大家可以干嘛？大家可以，我开放，我这网页开放给大家用，大家可以读，可以执行，可不可以写？可以啊，就是外面来的 user， 你可以读，可以这个执行。啊，你可以执行这个，那你可不可以写呢？通常不可以，对，你不要让别人来。那写啊，写某些一资料库，可以容许写在程式里面，那透过某些的程式啊，可以来更改里面资料。但基本上啊，这个每一个 process， 它对那个每一个档案 open 的档案的它的那个 access right 啊是不一样的哈。那 open file 呢，只能叫把它 lock 起来。那 locking， 那有些作业系统还提供这个 locking 的。那 locking 的话，基本上两种 mandatory 或advisory， 这两个字什么意思？ mandatory 强制的，这是建议。那这个强制的要 lock， 或者是建议 lock。什么是说强制的 lock 呢？就是如果这个lock 是 held 或是request 的话呢，那 lock 的话，那你就不能够这个，你就不能够用啊。我要取得 lock 你才能够用 ，locking 基本上是这个意思啊。那 advisory 呢？那你就看啊，就是这个 status 的这个。lock 是怎么样啊？那然后你再决定啊，你要不要？所以这个 lock 的机制它是有一些这个弹性的，你要设计成是一个强制性的，还是一个说你可以让它去这个 process 自己再来或 program 里面自己来做决定的。那
那 Java 里面哈是可以提供这个 file locking 的这个做法的了哈。我们看，程稍微看一下好了，这个一个 Java 的程式，locking demo 吧。Inclusive for share 的，这可以 share 哈，然后 lock file lock 定义这个 file lock 的一个 share 的一个 inclusive。那这边你产生一个render access file 的这个 reference， 然后呢 file channel， 在这个准备做 file channel， 然后这个是产对这个 file， 对这 file length 前面一半的 file。然后这个 ch log 就是在 create 一个 inclusive 的 log， 就前面这一半你产生一个log 啊，产生 log 就别人不能用，产生 log inclusive 只有我可以用啊 mandatory， 然后再 modify 这个 data， 你就可以做 modify data 的事情，这程式码不在这里。那做完产生 log， 然后再 release log， 就你在做的时候就不让别人在这个做了哈。那然后那对后面半段呢，你也可以产生一个 share log 啊，这是 share， 刚刚的 inclusive log， 这 share log 就是我用，但是我可以容许别人用，产生 share log， 然后就做，然后就可以 release 它啊。所以这个 Java 里面它有这个 share log 跟 inclusive log 两个 log， 你可以那个让 programmer 可以控制的哈。然后这个就是参考了吧哈，这个。这个就是file 的 extension 啊，就是我们点 .exe 啊，点 .obj 啊，这个 source code 的 extension 啊 ，batch 啊，像我们这个 Unix 里面 share file 点 .sh 啊 ，test file word process and library， 各种的 print out PDF ES 档啊 ，postscript archive 啊，压缩档。多媒体的格式啊，这个只是一个小部分啊，大家就参考啊。那我让我们档案的简介大概就到这边啊。那把它这个存一下啊。